是啊，你不要跟亲戚说，反正妈妈已经看到你们了，因为是这样的特殊情况，你们就不要回来了，就各自在家里都待着，然后等事情过去了，我再过来找你们，好吧？我肯定事情过完了，我肯定回来，好吧？这个新型冠状病毒，他希望大家不要害怕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凌晨。今天是2020年1月23号，大年29，明天就大年三十了。本来计划的是今天回老家去过年，所以我们买的菜也直到今天就吃完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决定就是不回去了，不散播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要去超市买菜，我们就决定今天把过年的菜全部买掉，然后后面几天就不出门了，所以就还是在留在武汉过年。怎么这么多人？那前面是干嘛的？我天哪，这么多人，前面是在排队进超市吧？大家都想着这两天买了菜就不出来了，所以今天超市巨多人，一直在排队。但是现在所有人都戴口罩了，这排排太久了吧？怎么一直在人这么多的地方？走啊，平原路的，走走走走走。我们家里不是还有吃的吗？一天都不够，不是那么多肉吗？没有肉，来这两坨肉。这超市人太多了，我们排队到买完肯定得一个多小时。希望这个超市大一点，大一点的话就多一些。是的。喂，你在几楼啊？我不要。多买点饺子，煮了就可以吃。都可以。问一下他，老公，那个打开。送到什么时候？下午就走了。明天就不送了？没人送，回下单。哦。所以买了多少钱呢？100多块，我还没算呢。这感觉够我们吃半个月了。一个月都够，就是没有青菜。这个会不会好一点？走了。保护。保护。弹幕保护。你们什么时候休息啊？没有出力。看不出来了。我也是在。照相机啊。照相机。嗯。我们轮流休息。轮班是吧？轮换休息。啊。天天保证这里有人呐。现在在武汉日子不能出不能进嘛。是的。我儿子在郑州。啊。郑州他本来今天就没回来了，母亲亲。他也就特别开不回来。哎呀，别回来了，休息吧。他都不回来，不回来，没办法。过完年再回吧。过完年，这个新型冠状病毒，他希望大家不要害怕。新年快乐啊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空的汉街停车场，几乎一辆车都没有。
我现在是在前天在的那个汉街，现在街上基本上已经没有人了。然后我收到了一些做新闻的朋友的邀请，说来拍一些素材。然后现在天快黑了，我就要先回去了。现在外卖单子多吗？没单。没单子？嗯。那你还在外面送啊？他有一单你也要跑啊，那么没办法。你这个口罩行不行啊？我给你个口罩吧。啊，不行，你给他。好的，你这记得换啊！你口罩多吗？现在才跑多少单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五单，就没有人点。现在还有谁点？我多给你几个吧，这有三个。好的，啊，你看到朋友没带就给他们一两个，好吧？这两天要注意啊。这把的口罩要换了。现在到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地铁站，已经关门了。现在街上除了开车的，基本上行人已经比较少，因为地铁也停了，然后公交也停了。如果去的话，就是会去超市什么的。我知道有些画面看起来很像电影场景，空无一人的街，临时封闭的城市，但我们都知道，这不是电影，也和电影不一样。从我的视角看去，城里的人们井然有序，我看到的，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力量让这个城市正常运转，大家都想做对的事，让事情变好。这是我十几年来见过武汉人最少的一次，也是最有序的时候之一，因为无论怎样，它依然是1000万人的家。昨天晚上我们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，今天醒来发现这个决定是对的，我想再做一些对的事，所以我决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拍一些素材，提供给人民网视频和澎湃新闻，同时也供全网使用。视频所得的所有收益都会捐赠，想特别感谢所有人的善良，特别感谢那些仍在坚守岗位让这个城市正常运转的人，还有那些工作在最一线的医生。其实我也知道这个时候做视频总会被骂，但是作为一个媒体人、视频创作者或者 vlogger， 身在事件当中，除了发声我还能做什么？这个城市承受了很多，人们有很大的压力，但我们都在努力做对的事。即使城市封闭，我知道我们也不是一座孤岛，因为有几亿人在关心这里，让我们一起等它好起来。同时希望大家都健康。我是凌晨，祝所有人新年快乐，让我们一起等待这座城市痊愈，到时候欢迎你再来武汉，愿我们都为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